觉得这两场音乐会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两场音乐会，就是因为小宝音乐会，就是跟着我的自传在跑的音乐会。那因为我写了这么多的故事，那有读过这些故事的人，就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可以听到我真的把这些故事里面一直在讲的音乐弹出来。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是，我从来没有演过一场是包括我的独奏古典音乐，然后再是我的创作自己做的曲子，然后最后是我的改编。是改编给钢琴和玩具钢琴一起结合的一种很新形态的演出，那很难得把这三种集合成一场音乐会。